为期两天的咸水风炮活动，咱们来到着上高调、二条径、新桥所在所在，点到着炮声、秀秀旗，旁阿人冲冲出来，伊头底安全无全副武装游客，咱开始无度控制，又搁闪又搁跳，享受着咸水较热烈放阿头的紧张加刺激。去体验到咸水风炮的刺激，对着新桥行就无唔对了。每日玩到一座炮城，游客同款是无过瘾，阁会继续对着新桥行。而咸水街道放眼看去，仍是一大片安全无的沙叮当。今年咸水风炮的主炮城云端金龙，昨暝九点伫咸水国中的操场从天而降，一日偌清点嘛，亲自到场主持着点炮仪式。火炮是咱台南文化首都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特色，一生啊至少一定要有一摆哈礼风炮的经验嘛哈。这个炮火炮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，咱一定要甲经验一下哈。少年的甲当作成年礼啦，咱的成年人的甲当作是克服困难迈向高峰的一种挑战。我伫个遮代表阮市议会全体议员同仁，祝福咱新的一年心想事成，大家平安喜乐。同时也欢迎咱大家明年再见，好吗？在今年咸水风炮的云端金龙的主炮城安装了数十万支的棒子，在点灯的时候棒子是炸着火光冲冲出来，在万道公墓的景象是让游客是看到相当赞叹。在配合的主炮城来点灯，现场还搭配着各种的高空烟火释放，以满天火树银花色彩缤纷，让游客看了过瘾，也让咸水的观赏梅流个滚滚。台湾新闻，台视社林建明，咸水采访报道。